上卷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。撒母耳上卷第三章第一节。囡仔撒母耳伫伊利的面前服侍耶和华，当遐日耶和华的话真稀罕，无常常有启示。一日，伊利困伫家己的所在，伊的目睭已经雾看袂明。上帝的灯也未花，撒母耳已经伫耶和华的殿，伫上帝的约柜下伫睏。耶和华叫撒母耳，伊应讲：我伫遮。就行到伊利遐讲：我伫遮，因为你叫我。伊利讲：我无叫你，你倒去睏。伊就去睏。耶和华佫叫撒母耳，撒母耳起来去伊利遐讲。我伫遮，因为你叫我。伊应讲：我的囝，我无叫你，通搁去睏。彼时撒母耳犹未捌耶和华，耶和华的话未有启示伊。耶和华第三摆叫撒母耳，撒母耳起来去伊利遐讲：我伫遮，因为你叫我。伊利才知是耶和华叫囡仔。对安尼，伊利甲撒母耳讲：你搁去睏。伊若搁叫你，你就讲：耶和华，请你讲，你的奴仆听。撒母耳就去困伫伊的所在。耶和华搁来徛伫，亲像前几若摆叫撒母耳啊，撒母耳啊。撒母耳应讲：请讲，你的奴仆伫听。第二位的圣经伫新约，约翰福音第一章第35节到42节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35节，过几日，约翰佮伊两个学生伫行，看见耶稣伫行，就讲：你看上帝的羊羔。迄两个学生听伊所讲，就对耶稣。耶稣也转身看因伫对伊，就佮伊讲：恁伫找甚物？因佮伊讲：耶比，你踮伫呾落？耶比翻译就是先生。耶稣甲因讲：恁来就会看见。因就去看伊所住的所在。迄日甲伊相佮住，彼时约了4点钟。听约翰的话来对耶稣的两人，其中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。伊大声拄着因兄弟西门，甲伊讲：我已经拄到弥赛亚，翻译就是基督，就带伊就问耶稣。耶稣看伊讲：你就是约翰的子西门，你要称作基督，翻译就是彼得。圣经读到这，愿主赐福予听伊的话，搁去行的人。再说。